你说可美啊？可美一开，一开耶！哎呀，你开好吧？开车。你说可美啊？可美一开。在那个网络平台上接到这个匿名举报，他不是有个小孩开车，到这个人来以后，然后通知他来咱大队处理。他说当时孩子给车上超位，哭闹嘛，哭闹之后他想让哄孩子抱住孩子，然后把孩子抱到他这儿，然后让孩子师傅防范。他说这种行为不但危害车上所有人安全，也危害过路人的安全。但是以批评教育为主，然后刘女士她家人也认识到这种行为危害性，最后对其作出。这个罚款100元，驾驶人记2分的处罚。